前一次嗰啲第四，我自己覺得勁長跑千四，翻嚟跑個第四，可能今日個情況都相若啦。今日繼續，因為九號仔上次十幾，前次第四十幾倍而家。二號叫善傳萬里，上次第六，前次第七，都唔係好多人啫，唔係好多觀眾啫。第五場贏過嘅馬咧係一二九十三，跑千四米嘅呢場。巴閉仔，巴閉仔七倍。不是好成績的，上次第六，前次第七，本路程是未有賽績的。一二九十三就贏過，六號十四號就入個 Q， 是這樣了。隔晚大熱門是十四，十四又叫做幸運星球。四號超越名區四十几倍，四号又系冇赛绩，上次成绩好就系十四号，四号最叻跑过第四名嘅啫，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四，应该系冷门嚟嘅啫，上次系边线，前次系边线，而家五号仔见到呢一只马，上次第五。前次第九，即是由第九名进展去第五名，但都是三十几倍。沙张金刚，骑师的蔡明少，十三档很难跑。五号，五号没有纪录的本路程。一号啦，一号咧就马善传，唔系喎，二号先系善传喎，一号系试跑得，试跑得上次十几，前次第六，十七倍。第一号仔赢过本路程，不过近绩唔好。希斯配呢个希威森，希威森出闸一千直路嘅出闸，上只马歪咗身嘅。即是不够专注，即集中力不够，人和马都是出闸不好的话。六号仔金鼓齐声，麦道朗六号仔六号叻，入个 Q 未赢过，六号仔金鼓齐声，麦道朗七档隔晚六倍，现在都是单位数字。七号呢就很冷门的，应该上次跑好后跑十几名，今次第二次出赛都未好过。神杀金刚，哇，个名真是犀利啊！神杀金刚，又金刚又神杀，千几蚊。七号仔骑师是董明朗，八号叫先到先得艾杜拿，十三倍。八号有咩赛绩啊？都冇嘅。八号最叻跑过第四，上次亦都系跑第四。八号仔第二次出赛啫，好边线噶啦呢啲。八号的骑师是阿都拿，艾杜拿，十号是阳光勇士，班德礼，档位有十四档，好难跑啦。十号又是最叻跑过第四嘅啫，十号、四号、八号、十号嗰啲系跑过第四，十一号跑过第三。六号、十四号咧跑过第二，入个 Q 啊！六号、十四号，即系麦道朗啊，金鼓齐声啊，同埋只十四号田泰安嗰只幸运星球啊，
电路九号咧就十五倍，电路九号上次第九，前次第八。电路九号，电路九号跑过第三最叻，最叻跑过第三。乜系连续两次都相当后，跑入嚟就唔出奇咯。佢真系有纪录，跑过第三咁样。十二号咧就系千几蚊嘅，叫做勇冠王子。十二号咧就系连续次次十几名，连续六次都十几名。点会咁后嘅咧？跑得唔识跑啊！黎超星马房，杨明伦。今晚冇事嘅啫嘛，即系都几好嘅啦，真系对吧？系个分数唔配合佢嘅能力。十四号啦，呢只幸运星球热门之一嚟嘅，呢只系应该系上次第二，前次第三，四倍档位系三档，即系全部有利嘅参数都喺晒度嘅，即系十四号入个 Q 档位好。近绩好，骑师亦都取胜率就都系唔错。我要十四号、二号、十四号、二号，我要呢个田泰安，睇佢呢个三档可唔可以赢翻长马啦？我要呢个幸运星球。咁主持又出嚟讲下嘢啦。我要幸运星球同埋二号，二号嘅马名叫咩？二号嘅马名叫做善传万里。十四号、二号。王征途要二号、四号，冇要十四，即要善传万里同埋超越名区。戚姐就二号、三号、一号、二三一，即系买啲善传万里啊、巴闭仔同埋呢个试跑得。睇下 Jenny 姐拣咩啦。一九号啊，逍遥区十五倍 ，Jenny 要八号、十四号。好系啊，八号就上次跑第四，先到先得。阿都拿八号系第二次出赛嘅啫，而家十二倍跑第四啊嘛，咪跑好啲都系咪入嚟咯？十四号而家咧就系位置红格。二号咧就系潘顿，独赢红格。二号赢过，十四号咧就系入个 Q， 几好笑嘅。你睇呢啲，呢只叫电路九号啊，艾少礼。后边只十四号啦，后边只田泰安。田泰安只马咧就个马名叫幸运星球，跟住仲有只加州星球出嚟，加州星球近期啲赛绩唔好啊，近绩唔好。啊，呢只二号仔啊，潘顿叫善传万里。宝良菊杯，而家呢一场啊，啲慈善家全部嚟晒。三号仔七点四倍嘅马咧，叫做巴闭仔。点解会咁热咧？唔知喎。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六，本路程又冇赛绩，近绩就未轮到佢，所以呢啲就
唔知系咪自己团队里边有信心？三号暴文夹晚系13倍嘅，而家系7倍。第一暴文赢咗一场啦，7倍啊，赢咗一场，有啲过关啦。第二就系自己团队可能真系知道佢呢个路程啊，系可以应付咁啦，或者本路程系未有赛绩。六号呢只马10几倍啊，六号系7倍，六号只马咧系金股齐升，上次就第五，前次第二，即系上次唔系几好，前次好。14号呢只，呢只星球啊，呢只叫幸运星球啊，呢只。3号就暴文，马名都唔记得噶，叫巴闭仔。咁热门啫，唔知点解啊！真系赛绩有冇，近绩有冇，系一个暴文。阳光勇士，好，亦都搞掂埋啦。咁下一队咧就沙张金刚啦，以及系电路九号，亦都顺利埋勇冠王子金股齐升，4号马超越名区。好啦，第五场嘅赛事交俾闸前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5场赛事，4班1400，保良局灰准备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，见到外边位置就超越名区啊，出边啊有形有福啦，埋边咧仲有只逍遥区都快嘅，咁啊大约跟住个第四位啦，黄衫蓝眼罩善存万里啊，响外边黑衫咧出闸快咗大3踏，金股齐升慢慢缩翻埋嚟先，中间仲有紫色衫幸运星球内栏啊，电脑九号啊，咁啊大约跟住个内栏第8位咧就先到先得啦，后边嗰几匹马啦，有呢只巴闭仔啦，尾五内栏沙张金刚啊，后边4只阳光勇士。神殺金剛啊！尾二勇冠王子包咗落尾，係試跑得嚟噶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超越名區就大放啦，有形有福就跟住第二位啊，第3位埋邊就逍遙區，善存萬里第4，內欄第5仲係電腦九號啊，第6位紫色衫咧就係呢只幸運星球啦，好多層入邊啊先到先得啊，黑衫紫色帽金鼓齊聲啊，再後邊先有巴閉仔啊，出邊位置就係陽光勇士嗰啲馬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超越名區仲有半個馬位優勢啊，見到逍遙區想擁開只有形有福。站出嚟，中間位置咧，南眼罩就善存萬里，揈出去中檔追，幸運星球出邊金鼓齊聲，外邊位置橙衫陽光勇士有啲內閃啊，最出眾嘅只巴閉仔啊，最後100米啦，偷出嘅馬埋邊位置超越名區，中間金鼓齊聲率先上嚟，外邊仲有隻陽光勇士，最出係呢只巴閉仔接近終點，外邊巴閉仔終點前將陽光勇士趕過，第3名係電路九號，第4名金鼓齊聲啊。结果今场赛事外边嘅马一只冚一只，先有金鼓齐声出嚟先，但系嗰只10号嘅阳光勇士再冚佢，咁啊后发先至，咁啊出边位置追上嚟就系巴闭仔率先到终点，捧走保良局杯。暴文好夹啲巴闭啊，咪又赢啦！3号啊，巴闭仔6.6倍胜出啊！果然有信心啊，3号仔。本路程冇赛绩嘅，近绩第6、第7咁样，突然间变咗。隔晚呢13倍，现场6倍7倍，可能而家仲热添，呢啲今场就开飞啊，今场暴文点解可以跑到出嚟呢，就是、因为有一扎马喺沿途一排咁样冲嘅时候呢，你挤我碰咁样，即係令到啲潘顿啊、田泰安啊嗰啲都去唔到嘅，咁就4号仔超越名区，何泽耀喺前边，何泽耀呢只马咧都30倍嘅呢只马，咁啊睇睇暴文而家喺边度先，巴闭仔喺呢度，暴文喺呢度，啊暴文喺呢度啊，咁啊潘顿善存万里喺呢度。田泰安只咩幸运星球喺呢度，曾经有机会嘅喺前边啦，但系哇啲马你又冚上嚟，佢又冚上嚟，成排马一排咁样冲，
咁大家咧互相挤碰，咁啊俾阿布文咧，俾阿布文喺呢度啊，布文喺度搞掂咗，喺外边搞掂咗，咁而家都几好啊，系咁样出嚟啊，咁啊田泰安喺呢度啊，田泰安喺呢度啊，啊只马又要拉翻直又冲，跟住成扎马一齐埋嚟，全部喺度冲，我话布文喺出边啊，醒神啊，真系，系咩？呢只马即系你有你逼啊，你有你逼啊，佢有去冲啊，走上嚟冲。十四号喺呢度，善全万里喺呢度，咁俾巴闭仔喺外边揾到条无遮无挡嘅路线，六倍，哇，几热啊，真系啊！佢有飞啊，呢啲十号、十一号咧，十号咧就系阳光勇士上次第五名嘅，都系边线啊。十一号咧上次第九。电路九号艾少礼，哇！啲十号、十一号嗰啲好难卖啊，嗰啲。即系呢场咧就系睇飞一族，一定睇到只三号。我哋呢度睇到三号，一开就知道，哇！点解咁热嘅就嘛？